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明的画像，他92年来过我们深圳南巡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呢来到深圳的话，尤其是国内人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架着一个相机在那里拍照啊，这里要重新做重新做，所以大家看拦起来了围起来了。九龙壁后面是布达拉宫，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建筑物。每一个人呢送一张给你们所以呢，我们现在先送相，送好相。发个纸吗？对啊。你看，来 ，OK， 好。11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按照1:8的比例所做成的乐山大佛风云里面有一。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了云南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在云南省呢有24个民族，那这里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民族叫白族白族的传统民居。后面呢我们看到有大理山塔，云南的大理山塔，中间的水里面呢还有在赛龙舟端午节呢我们中国都会举办一些赛龙舟这种活动，来纪念我们中国的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这里拍照不可以进去，对不起在旁边蹲下来或者是那个角度蹲下来拍。佢話你行過嚟嗰陣係咁跌，係咁跌，即係話你冇人心啊嘛。冇啊，後邊一路跌緊過嚟啦。佢哋每年都會過潑水節㗎呢度。比较有特色的风景点了，三座山：伏佛山、叠彩山、象鼻山，两个洞是菩提岩和七星岩，将就指的是一条龙江。那桂林呢，是位于我们中国的广西，广西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来的。拍照出来抓紧时间喽。你们要拍照可以，人在那边拍，人站在这里可以照过去。这是客家人屋。围龙屋客家的围龙屋。我哋今天有坐啊。深圳机场，深圳地铁世界机场站啊嘛。其实我哋咁多人咩事噶？Thank you.
咁刺激啊！哎。上面那三块酱，哦，来上来看，红头多温柔，是不是啊？全部是红的，哎，要喊你们上去看，哦，我看过了。
发的风筝。金甲解旗在风中掠过，风中的敌杀激越凌空。谢谢你。
的谢谢奶妈。爸爸，欢喜表演。瑶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方式是相互摇手，咬得越痛，爱的也就越深。一人拿起半颗满佛三八钟，此话错中我花的酒门。一人拿起半颗三六三点钟。
Thank you.
朋友，你欣赏东方来吧。你知道吗？在东方辽人的月色里，有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淡淡愁绪；有着小桥流水，月光如银的浅酌歌唱；有着月下美人的秋波荡漾，意境悠远，温馨难忘。
撑起了新世纪的宇宙蓝天。中华服饰描绘出古老文明的蔚蓝造型，源远流长的中华锦绣是您永远的骄傲，东方霓裳的故事永远在你心中。